可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普通啊。啊，说错的。二号七，这次跟我回法国，我不会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嗯，以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你是男子组的金牌，我是女子组的金牌啊。哇，我好浪漫啊，你跟我回法国吗？好了，你别闹了，先回去，我们现在在训练，你先回酒店好不好？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再去找你。那你亲我一下嘛，我就走了。你亲我一下啊。行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不会亲你的。不许走，不要回法国，留下来。你说过，因为我，练习不再苦闷。因为我，你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。你的梦想，是和我一起拿到世界第一，不是吗？昨天晚上你问我，如果你回法国了，我会不会想你？我会，我会想你，所以你不许走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女汉子 ，Airport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伊莎贝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邓尔豪是我白无双的。你想带他走，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帅气啊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人，霸道女总裁。你喜欢霸道女总裁啊？那我命令你，把昨晚那个喝醉的文忘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能量由我补给，你的心跳、脉动只能属于我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没事吧，小章鱼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会留在这里，因为有他在我身边的世界第一，才是我想要的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，哼，在法国，中国击剑队的名字是功力不足。你骂谁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伊莎贝拉，够了！白无双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姐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个伊莎贝拉是法国联赛的蝉联冠军。我强到没死角。我看了他几场比赛，没有太大的发现，但有些小细节你可以注意一下。如果你非要说他的画风的话，就有点像《海贼王》的恐怖三鬼帆船。我明白了，有这些就足够应战了。好，一条一。加油！加油！看你的了。
我要狠狠地修理你这个女人。Alice.